风声雨声都收声，浪眼相迎真好听。新年好万字连诗，这里不是临沂英语室，这里是我一个社团。还是临沂话说的爽呀，不过别怕听不懂，听不懂的话你就当看金文片了，反正都听不懂，但这里字幕弄得比那些大片都大，所以说你也不吃亏。我一个社团教你找戏的，之前跟大家推荐过华声日记这款 APP， 用它可以领优惠券，然后到淘宝天猫上当前使用来购物，不但省钱，而且还能赚钱。如果你把这款软件或者商品分享给别人，别人购物后你同样可以赚取到推广利用金。咱们来看看这两张图啊，这个你看看，这是4月26号的日期，这是卖的东西啊，这是当天获得的佣金收入是10000多。现在这款软件不但可以赚钱，而且还有赠送的福利。你只有注册过这款软件，把软件后台截图发来，会赠送你2年的普通影视 VIP。正在看 VIP 电影综艺节目，如果你成功邀请了20个人注册软件，你将会获得价值68元的水杯一个。如果你成功邀请了40个人注册软件，你将会获得价值188元的华声公仔一个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水杯和公仔两者只能选一个，不要贪贪心，贪多嚼不烂。人心不足蛇吞象嘛。上次临沂英语室片尾给大家说过，要讲人心不足蛇吞象的由来，所以嘛，今天不讲，因为这里不是临沂英语室呀，这里是我一个社团。不过我们我一个社团再跟大家讲一下，如果你成功邀请了100个人，我一个社团会免费赠送你一部我一个作品，内容你可以定制，全程免费，但是广告除外。优惠的活动目前就这么多，以后还会有新的活动。如果你想了解最新的福利详情，你可以添加我一个社团的微信公众号，小写全拼的山东胡宝义，发送本期暗语我想吃鱼儿在你的荷塘啊，你发送后可以获取到最新的福利详情。如果你想下载的软件和观看软件的使用教程，请继续往下看。我们经常从网上买东西，今天就来跟大家带来一个从网上买东西不但可以省钱，而且还可以赚钱的办法。首先我们先打开手机淘宝，从上面找一件我们喜欢的商品，我们随便找一个啊，比如说这一个。好，我们找一下天猫的，天猫的质量会好一些。这里是我们看第一个这个衣服是卖的是1180块钱。这是我们把商品的名字长按复制宝贝标题，然后打开华声日记这款软件，刚才复制的那种已经直接显示出来了，我们直接点击搜索就可以了。看，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搜的那个商品，现在是原天猫价1180元，现在可以优惠1000元，只需要花费180元就可以买到。我们打开看一下，打开之后下面有一个分享装20.66，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商品分享给别人，别人通过我们发送的链接来购买的话，你可以赚得20.66块的提成。如果我们自己买这个提成，我们自己也可以赚到。好，我们下面来说一下购买的方法。如果你想把它发送给别人，让别人来购买的话，我们点一下这个分享钻，点击之后呢，复制一下这个淘口令，然后点击分享图片，可以把它分享给微信好友、朋友圈、QQ 好友、QQ 空间啊，或者直接复制链接都可以。别人通过你分享的这个信息来购买的话，你是可以赚到这20多块钱的提成。下面我们来说一下我们自己购买的方法。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抢券，里面有1000块钱的优惠券，我们点一下立即领券，点开之后它会自动打开到这个商品的页面，然后无论你选了什么尺寸，选了什么套餐，这1000块钱都可以给你优惠，最终只需要花180块钱就能买到这个商品。还有一点，如果我们退回到这个华声日记，如果你是小米手机的话，你用的是米 U 系统的话，你复制一下淘口令会直接显示出淘宝的这个链接弹出来的那一个，我们直接点击进入就可以啊。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怎么分享给好友来购买。我们点击这个，然后分享图片，发送给微信好友，选择我一个社团优惠券购物群，然后粘贴，这样分享，留在微信，打开之后，然后长按这个消息，选择复制，然后打开手机淘宝，因为我这个消息复制太多了，淘宝以为我这是被盗号了，我们选择立即查看就可以。又到了这个领券的界面，虽然操作步骤又和刚才是一样的。下面再跟大家说一点它的另一个赚钱的方法。你除了从淘宝上寻找商品之外，软件它自己也是有很多商品的，有很多分类，像女装、母婴、美妆、家居、内衣、男装、美食、数码、鞋包、其他等等。比如我们随便选一个，我们选择一个女装，这第一个，然后
下面有很多分类，就可以，你可以从选择优惠券从高到低，或者优惠券从低到高，或者就是你的提成是由高到低都可以，还有售后的价格，从低弯高排，还有从高弯低排都可以，还有按销量排名都可以。比如我们选一个优惠面值由高到低，这个天猫价是卖750吧，优惠500，卖250吧。我们打开了之后，然后长按标题，复制成功。如果复制不上的话，如果你是小米米 U9 的系统的话，可以点击这个传送门，然后直接复制。这个传送门是包括图片的文字都可以复制。用小米手机的朋友可以升级到米 U9 来试一下。然后我们选择打开手机淘宝，然后把这个标题复制进去，搜索一下。我一般都选择天猫的，天猫的质量会比淘宝要好一些。我们来看它淘宝的价格，确实卖的是750吧。现在我们再返回花生日记。领取一张优惠券，领取完500块钱优惠券之后，只需要花费258元就能买到这款商品。这是软件的另一个使用方法啊！当然，除了你用它来买东西赚钱之外，你也可以把商品的链接分享给别人，别人通过打开你的链接来购买的商品，你也可以赚到提成。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你点击一下这个我的右下角，然后再点一下邀请。点击分享专属海报，把你的这个海报发送给你的好友，你的好友通过用微信扫描二维码，然后下载软件，最后他一定要选择用微信登录才可以。他以后用这个软件赚到钱之后，系统会额外奖给你20%到100%不等的提成，最低是20%，最高是100%。比如说他赚了10块钱，你最高也可以赚到10块钱，啊，最低的话你也能赚到2块钱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这个软件刚注册之后，你显示的你可能会是花生会员。花生会员的话，只可以领优惠券来优惠买东西，买东西是没有提成的。时候你需要等待一会儿，它会自动升级为超级会员。超级会员买东西才享有提成。好，下面来跟大家说一下获取这个软件的方法。首先，我们打开微信，关注歪哥社团的微信公众号。关注歪哥社团的微信公众号，然后发送本期的爱语。推开那扇心窗，远远的望。推开那扇心窗，远远的望。谁猜一下那一朵昨日的忧伤？我想只鱼儿在你的河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大家注意这个的不要打错了，你不是鲁迅，错了也不是通假字。现在我们点开这张图片，直接长按住这个图片，选择识别图中的二维码，点击这里。因为我手机上已经下载了，它会提示是不是直接打开应用。如果你没有下载的话，这个地方提示是让你下载，点击下载就可以了。下载之后一定要选择用微信来登录，如果你要是不想用微信，想用其他方式来登录的话，你可以填取这个邀请码 HERF5 或者是 HERF WWO 都可以。如果你选择用微信登录的话，就不用使用邀请码了，直接登录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不想下载软件的话，可以添加山东胡宝义的微信号，小写全拼的歪哥社团，然后发送爱语萤火虫点亮夜的星光，来申请进入歪哥社团优惠券购物群。好，我们本期就讲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推开那扇心窗，远远的望。